包了，是不是要开包了？你为什么脱了？我给德国一点，我给德国开了光，我操！操！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个鸡巴，我说，操！他妈的，不应该呀，不应该一直不走运，我操！他妈 BP 不会用尽了，我最后一次。日本队能赢球，我很开心。耶！すごいです！大和民族。大和民族太强了、啊、大和民族永远的神。那这是什么呀？当时吧，这个因为就是当时阿迪店这个德国球衣断货了、嗯、所以我只能选择对家，你知道吧、啊、日本球衣断货了是吧？日本球衣卖断货了这边、嗯、啊，我只能选择德国、嗯、为的就是这个给德国毒奶一下，保证日本赢球率。嗯，行，看那你现在日本赢球你高兴吗？高兴，我操，三山勋这当时说了多少遍了，你一头一东纯也，还有我们的门将全田修一，那就是严俊凌了。别骂他，小严俊凌啊，这又成哇三球啊，来了、啊不慌，我操！哎，最强的。